家好，我是兔班尼。在继续上次在做什么呢？对，上次刚才玩到删除了。上次在要盖花圃啊，对，我本来去查说人花怎么样才会生出那个叶肉，我好像忘记了。有上个晚上我在这里过夜，不知道我要做什么。突然想不起来了，真的突然就什么都想不起来了。先来带，反正就是先带一些东西回去吧。对，我要盖一些田，再多盖一点田，繁殖更多火龙果。哦，阿比盖尔可以开花了，就是可以复活阿比盖尔了。欢迎回来，阿比盖尔。再来吧，阿比盖尔。理智太，看来理智不太足了，没关系，还撑得住。回去做点可以恢复理智的菜。我是不会捡那些宝贵的花的。对，蝴蝶，海象，哦，海象路的地址。不知道有没有方法可以把那个给弄掉什么的。趁现在天气温暖的时候多弄一点，要先回去。不，等到下面以后再回去，等到半的时候我再回去看看好了。想先往另外一个方向走走看。这也不是收集物资。不会吧，就这样一小块而已。哦，有田呢，怪可爱的，这梦成这样怪可爱的，我要不要这样弄弄看，可以捡起来的意思。这我不太想破坏这里的景观呢，这个敲掉的话就有东西可以拿了吧。看一下地址，哇，变成像这样子，好可爱哦。我不想挑，暂时先不要动那里的东西。这边的话就是直接连过来了，回去吧，不然还没有到一半。就我想说，先回去煮点东西。哦，你嘴巴里面也有，太饱。或许等第85天过完，进入第86天的时候，可以去找一些猪人，这样子应该比较快增加我的理智程度。兔子，追兔子，其实我追得上，其实我追得上，只打不到而已。啊，别玩它了。不知道这个洞会到哪里，或许我之前有跳过一次，只是我不记得了。更多草，看还有空间可以拿木，拿点木炭走吧。好像有，对，我那附近有一些不小心被我烧掉的，垃圾。到这里吧，搞到这里都不是我拿，是被他吃掉的。到哪了？哈，到这里了。哦，这边还有水果。
难料。就往上吧。就可以在青蛙区那里多放几个篮子，这样可以拿些蛙肉。我那个在冬天也捕不到蛙肉。我的花有什么特别的情况没有？是我敲它的意思吗？我怎么让它醒过来啊？一定要去查一下才行。终于回来了，嗨，小蜜蜂们。先煮一下，开始变黑了。我应该还不够做田，虽然我有石头了，还要再去找一些牛。都有啊，对对对对。一个就够，剩下就拿去做菜吧。好，顺便注意一下光影，不然一不小心就把自己黑死。一个就好，剩下四个拿来做菜。我记得火龙果派的话，好像可以放四根树枝，三根树枝试试看好了。对，可以这样就真的很顺。哎，OK， 不小心烧掉的。牙齿，这有个箱子拿来放牙齿，不是这个就是牙齿箱。反正等一下再弄。欸，真的跑出火龙果派了，可以呀、啊。那煮两个火龙果派放着，再说煮几个火龙果派放着。火龙果的太神奇了吧？欸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吓死我了！我的精神状况是不是有点差？对，有小东西在看我，把石头收好，再找些牛或猪人，然后用蔬菜可以去跟他们换一些点点。这什么？哦，阿比盖尔，吓我一跳，阿比盖尔。不过火龙果派感觉煮得有点点久。第二过到第186天，看有没有新的地方可以闯荡。这里？哦不，这里好像来过，我记得这边有来过。这里的话差不多。沼泽，我记得整张图都跑过。看一下还有什么需要的，在这里放个，把避雷针先放在这边好了。我记得它的画面在中心的时候才有用，管他的。反正这一颗的话就可以保护到很多。好，先捡一捡吧。
我要把草收一些起来，减少树枝来草拍。OK。要不要把剩下这个变成东西好了、啊？没有发生不小心什么意外，然后我的火龙果产量就变少了。变成种子的话，应该可以放久一点。嗯，不，放四十个的话，嗯。再带一只紧急用兔子。就放背包里吧。哎、欸，跑到这边来了，嗯、哦，哎、欸，不对啊，可以长到这里来啊，现在才知道嘞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咬屁啊你！不要！哦，好吧，香麦挺弱的，真骚的吗？哎、欸，不能啊，我这样打被火柴棒打到不会烧起来。真是把它敲下来了，讨厌呢！还偷了一根风刺，不能种，原来不能种在这里，原来这里它可以长啊，这也不算石头地形吗？下东西，切肉，啊，讨厌呢！这样我是不是要拿来试胶来砍刺啊？算是可以拿放在我家附近挡东西，因为它也没有很强。那不要再来一次，不要好了。不想为了这个东西，真的要玩的话，等多一点再来玩好了，这样比较好玩。哦，现在没有蜜蜂跑出来，把跟蜂巢放在一起。收点糖果吧。不吃错东西，来、啊、管他的。那今天就来找一些猪人跟他们做朋友吧，不然已经快过完今天了。嗯，猪人还在哪里住？那有些坟墓我应该都挖过。我好久没回到舅家了，先去舅家看看。不过也不太记得我第一个的舅家在哪里。好的，我还要看看魔法物品的部分。对，哦，居然在这里。我应该带点那个来种才对。蜂巢毛猫，看看这里有魔术猫，一些些东西，那就好做温度计耶。好，来看看多少。嗯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要晚上了，搞什么？哎、欸，金草，这东西。像恶灵的东西，不是像那个灵魂的东西吗？哎、欸，对，我目前都还没遇到哎、欸，曼陀罗草，对，目前还没遇到曼陀罗草。嗯，好像应该也是有些东西可以做。我等一下回去，先去把机器放好。好的，拿了两块凤梨。嗯。现在凤梨的产地。
还是我应该要到地底去冒险看看，看一下还有没有驻扎点。好像没有别的驻扎点了，这边吧。那有放驻扎点吗？没有，我们在这边放。那这边有只食人花，可以带回家养。还有吗？我看看哪里有，把他们带回家养也好了。然后长一颗种在我住的地方附近，然后无聊的时候就可以，无聊想要拿点叶肉的时候就可以去屠宰它们。好，行，更多小树枝，还需要一些木头。也柔，啊，化掉了。嗯，拿到木头了。嗯。快进到竹村了，进来了。他们是把鸟吞掉了。那好，顺便采收一下吧，在别人家里偷东西。臭火鸡，应该都拔完了吧？看来要在这里等一下下。今天就三个晚上好了。糟糕，我是不是开始啼笑了？他刚那张脸，怎么看都像是脑子坏掉了。靠近点，没关系啊，跟我当朋友吧，小陈。我们可以起来对付眼球怪物。这猪人真的什么都可以吃，那还有二十个，还有一个，就是南瓜小宠物，然后三只应该够用了，二十个还有一只，先回家吧。为什么这里会？为什么长在这里啊？疑问到底是什么？做一个比较，拿到了。好痛，好痛！我跟这些猪尾在一起。阿比卡尔是不是被宰了？我靠！没注意到，好痛哦！快去处理他们呐！去死吧，猪猪！去死吧，食人花！应该都拿走。那我们来砍树吧，现在我们都在这里了。对，好像它会自然繁殖嘛，我找个地方
种好了，那来看看，种在一个种在一个小角落比较好。嗯，还要怎么种呢？哇，好多树哦！对，快砍树吧，你们！快速增加。我还没，我想过怎么都砍这么多，还没造完出树妖。对，乖小子们。不知道怎么来惩罚他们，这增加蛮快的。有来过这边吗？好像有哎、欸。哦有。对，我都还没召唤出树妖啊，都砍了一排一整排的树了。死要！大分多，猪类大分多。这样不会把阿比盖尔砍，把阿比盖尔砍挂了。啊！哦，他以为他会把它吃掉嘞。再点个火吧，今天应该不是满月。啊，好刺激哦！放你这啦。就需要木头就来这边捡就可以了。森林大屠杀。听起来好像不太道德。应该捡一捡，我可以顺便种自己的树林。嗯，真的好多哦。刚好，而且我这个猪肉好像可以拿来做很特别的东西。放这吧。好像有东西要来了，那就是我看错了。先移到村子里，比较安全。就盖在你旁边吗，主王？看人吃，刚就想吃阿比盖尔，他们就想吃阿比盖尔，不然是我不好把阿比盖尔扔在地板上。温度计，
他说，他说我还会烫，他说也会烫伤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好像没有什么好做的，就是做更多箱子。哎呀呀呀呀！再来了！哦，这个矫情的小混蛋！站在这里还是没办法，你只不会转弯。还没放弃啊！这不知道这可以补多少，七个看看。好，我看不出来。我有啊，有补啊。那今天的 Don't Starve 就到此结束了。兔班尼再次感谢各位的观赏。如果喜欢兔班尼的影片的话，可以按个喜欢或者订阅，也可以在影片的下方留言。表达支持，表达你的意见。好，那么就让我们下次再见咯，拜拜。